哎，悠悠啊，玩的怎么样啊？开不开心呢？悠悠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呀，悠悠啊，你是不是想多待两天，和小何过过二人世界呀？妈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到这儿不是为了和夏。那你是为了谁啊？小何啊，小何，你好。哎，好了，妈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挂了，晚安，拜拜。哎呦，叔叔好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对啊，跟你学的呀。 你白天带着我们去这儿去那儿的，不也是故意的吗？是，我是故意的。那我不过是想让你和何叔叔能够有多一点相处的机会吗？对，我明白，看出来了。但我跟他之间的问题比较复杂，没有那么容易解决。什么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啊？主要就是看你想不想解决。 他这个人习惯性做了错事以后，选择逃避。我接受不了，我们换个话题吧，不聊他了。那你看啊，何叔叔今天跟着我们玩了一整天，你感受不到他其实想弥补什么吗？明天我陪你逛完最后几个景点以后，我们就回上海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